还是体坛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情，就是金球奖。其实金球奖呢是同一个名字，但是两个不同的奖，而且在同一天颁奖哦。一个呢就是全世界足球迷都非常期待的欧洲足球先生，到底是谁嘞？结果就是有 C 罗蝉联了，而且打败我的梅西，但是还是恭喜你了。对啊，没有关系，不用难过。还有另外一个金球奖呢，也就是在 LA 举办第72届电影金球奖颁奖典礼。帅哥 George Clooney 还带他的嫩妻去现场，好正哦！他获颁终身成就奖，所以人家就讲说有没有错波及谁干熬都会有行大运哦。真的，接下来我们除了大家关注的男女主角奖之外呢，也会有在红毯上哇最美的礼服，还有球到爆的礼服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吧。被视为奥斯卡风向球的那颗球，也就是金球奖，昨天在 LA 隆重颁奖。今年的金球飘散着一股浓浓的反恐味，左喊我是查理挺巴黎，右击金三胖反北韩。然后就在梅姨合照牡丹恶搞拍照时，金球奖背后林班奈迪克康伯拜区再度上演咔嚓乱入戏码。哦，居然看到梅姨虎哥先插播个金球奖冷知识，梅姨入围过19次，家里放了8部金球奖，至今无人能打破他的记录呀。回到今年度大家最关心的男女主角奖，奖入谁家呢？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是朱莉安摩尔，而男主角果不其然是由饰演霍金相当惊人的艾迪瑞德曼拿下。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女主角，虎哥神预测艾美亚当斯会以这部大眼镜夺奖，嘿嘿，神准。而男主角则是鸟人的米高基敦。今年受瞩目的还有一个大奖，终身成就奖，竟然是由年纪轻轻的万人迷乔治克隆尼获得，有点意外哟。他还带着新婚的娇妻艾玛阿拉穆丁首度夫妻联袂现身。哇哦，您看嫂子含情脉脉，痴迷看他发表感言的模样，完全粉碎之前说他们结婚87天就结婚触礁的传言呀。好了，最后要来说说大家最爱看的红地毯秀啦。今年红地毯一样是春光无限，大优礼服算是保守了，这种身逼的呢也是基本配备而已。要就要像翘臀真 JLO 一样，直接一路给他开到肚脐才算得分。走这种肚脐 V 风格的，还有喜爱纳米勒，以及腿超美的，好气味奥地利变形歌手肯奇塔沃斯特，一起海藻绿晚礼服，震撼全场，给人无限遐想啊！不过薄版面的武器深 U 深 B 都不够看啦 ，X 才是终极必杀技。拉玛凯特哈德森这套沙超大的 X 礼服，旁边还挖空镶钻带，贵气逼人，相信也没有几个女性撑得起这件尺度爆表的礼服呀。最屌的是他罗莎蒙派克，有看过控制吗？没错，他就是里头神经兮兮的女主角，请看他这件 X 到深处无怨牛的礼服，等等，哇嘞，顿时就有个弹力上身的 view 啊。著名的红毯评论员个人意见毒舌地说，这件 X 礼服是内脏感的大暴露礼服。哦，可能他刚生完孩子，这样便于哺乳，看来美妈咪还没回到最佳状态，撑不起这件名牌的礼服呀。要跪了吧，哈哈，落网镜头鹰眼果然好眼力，报道。